VTV 夏日动漫季一次给您看个够，零至始魔一到三季完整放送，长相可爱但完全没有魔法才能的路易斯，使出爆炸召唤后却莫名让平凡的高中生平贺才人成为他的专属始魔，风靡所有少女的美少男直树竟会是我的新郎，因为一场意外让直树与晴子走进彼此的人生，从此解下不解之缘，为了心爱的直树，晴子如何排除万难奔向幸福的殿堂。因为打破了价值800万的花瓶，误打误撞进入了以取悦女性为宗旨的男公关部，在超级贵族学校私立英兰学院里，还会发生哪些平凡素人无法预知的事呢？他大阴阳师安倍晴明的孙子，降魔功力欠佳而且个性迷糊的他，如何在艰难重重的修行之路成为超越祖父的大阴阳师？玉色町，一个平凡又和平的小镇，这里住着吉永一家人。因为一只会说话的狗石像，从此吉永家和玉色町的生活变得多彩多姿。这个夏季精彩动画只有在 VTV。